不聪明的哥哥，那三间黑黑焦焦的房子是干什么的？哦，那是三合瓦窑。你有看到长长的烟囱吗？是窑啊，那有头油鸡可以吃吗？被你打败，不是所有的窑都卖头油鸡啦。三合瓦窑已经被列为历史建筑，目前是南台湾仅存的红瓦窑。三合瓦窑到今天烧砖瓦，还是用最古老的窑烧，以木材、稻谷燃烧，窑温平均在1000度以上。陶土刚做好的生胚入窑，就开始夜以继日连续闷烧80天，然后拿出来冻入水，冷却30天。这样130天的手续才能烧砖瓦，生产过程都靠人工，从硬瓦、叠窑到烧窑等制作过程繁琐细致。但现在因为时代变迁，大树区的红瓦窑也逐渐没落。如今所生产的砖瓦，大多提供作为传统式建材与古迹修缮使用。